腊肠还有前天肠，哎，先吃前天肠吧。前天肠我也放空气炸锅少炸了一块。特别的干净，你回家可以整点蒜蓉蘸着吃，还有辣椒油的小配料蘸着吃。有点炒不成，汤就把我大肠弄软了。嗯，这冒水太烫了。你们回家可以把川肠放盘里，放微波炉里头，叮它个两三分钟，一两分钟的，再调个料汁蘸着吃，或者拿煎锅煎，或者空气炸锅。川香肠是猪小肠做的，就把我大肠做成软软的。下个视频吃大肠。